斯焕能新生塑形面膜。除了日护理中的明星产品，在周护理中不得不向大家分享这款明星产品 C-Lex 焕能新生塑形面膜。希诺斯焕能新生面膜由瑞士 CRB 历经三年最新研发和设计的高效抗衰面膜，根据肌肤保养原理，将面膜的护肤功效和微塑形功能融合在一起，最大化满足不同年龄各类肌肤的保养需求。独有的日本专利弹拉双层面膜筋，通过面部局部加压，有效促进面部消肿，舒缓咬肌，改善松弛，减轻双下巴紧致轮廓，达到物理瘦脸的效果，一经上市迅速火爆市场。这款面膜之所以引爆市场，最主要的是它独有的专利弹拉双层面膜筋。普通的面膜都是单层，无论是什么材质只能发挥单一功效，而焕能新生塑形面膜筋是双层，双层结构各自发挥作用，内层敷贴附着力强，可以通过局部微压提拉改善浮肿松弛双下巴，实现物理瘦脸雕塑面部轮廓的效果。外层吸收营养液，使大多数精华都吸附在面膜筋上，慢慢向皮肤深层渗透，让肌肤吸饱精华。希诺斯焕能新生塑形面膜三大优势：一、轻松吸收。面膜蕴含的精华成分大部分都是小分子精华，营养易吸收。二、促进再生。面膜精华液中含有多肽高效抗衰精华成分，能够高效抚平细纹，达到紧致抗衰老的功效。三、轮廓紧致。通过面膜筋的物理原理，让面部轮廓更加紧致提拉，更显年轻。你的脸塑形了吗？赶快用上焕能新生塑形面膜吧，让肌肤保养与微整塑形一步完成。除了追求精致的护肤体验，绝大多数消费者都想拥有高品质生活感受，那您一定要从个人护理产品品牌卡丽诗开始。